我决定再给你一次机会。太好了，我不让你失望的。你们在干什么？这东西之前不是凤娇带着的吗？怎么在你手上了？这东西是什么来的？从今天开始，面对他的时候，我们小心一点比较好。我知道你做了什么，你喜欢上他了。知心人，今天晚上9点，8频道。